对呀，一碗你到底带我们去哪里？我们要去鹅阿寮，你没有听过吗？哦，哎，它这鱼有蛋呢。这个还有荒漠维他命，啵啵啵啵。我们有办了一个市集，300年来第一次。我跟刚才参详来讲，传这几个唔好撇着手的。哎，你们去对，你手上拿啥？哎，哎，这里是不是很适合年轻人来谈情说爱？对啊。所以你今天是想把我们，是不是带我们来这里？带有那个把妹圣地。